下一个摄影配件。下一个摄影配件，这个就是我们的 Easy Rig Mini Max 的部分。那这个就是，那下一个摄影配件，这個、就是我们的 Easy Rig Mini Max 的部分。我的绿妹。好，那下一个配件，这個、就是我们的 Easy Rig Mini Max 的部分。它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背包，然后你就可以把所有的相机的重量放在你的身体上面，所以你在手持的时候，你就不会这样手一直晃，然后。如果你手放在一个奇怪的角度，你的手也不会哇塞超重，然后一直晃，你这个就可以帮你支撑那个相机的重量，你只需要把相机放到你要的位置就可以。这就是 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地方。那我有看到有很多人去租盗版的 Easy Rig Mini Max， 然后就很好笑，就是你在调整高度的时候，真的差距非常非常大。盗版的是你要调整高度，你还要去调整后面的松紧，然后它才会帮你撑住相机。那 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是这个部分，我直接示范给大家看。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部分就是它的这个后面的承重，就是它的弹簧设计跟装置，就是你只要你拉到一个高度，它就会帮你定在那个高度；你往下拉到那个高度，它就会帮你定在那个高度。你不用再往上拉，然后哇塞，它怎么又要再去调整后面的什么弹簧之类的，然后往下拉，哇塞，它又松掉，然后又要再去调整后面的弹簧之类的，这真的是。超级厉害，这整个就是 Easy Rig Mini Max 最厉害的部分，就是 Easy Rig 这间公司最厉害的部分。那其他的公司，就它可能外观学得很像，但是功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 Easy Rig Mini Max。那最后一项就是我们的，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 Steadicam， 最后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这个 Flycam， 那大部分人都叫它 Steadicam， 因为 Steadicam 比较有名，那我们就叫它 Steadicam。那这个东西呢，就是物理的影像稳定器，那一样我上面改成了 Arca 快拆版，所以我们在云台之间的转换都非常流畅，不需要再去哦，我们再去换快拆版之类，我全部都换成 Arca。然后，
那为什么？那可能就会有人问我，哎，为什么你不用 DJI 的稳定像？那就会有人问，哎，为什么你不用 DJI 的影像稳定器？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DJI 的影像稳定器它有一个大小的限制，你不可能加了一个兔笼，然后再加一根胶，然后再加电池，然后再加一个萤幕，然后全部把它送到一个 DJI Ronin 的小小影像稳定器，那是没办法办到的。那这个东西呢，你想要加多少东西，你就可以随便你加，你要加两个萤幕、三个萤幕随便你，你要加超多电池也随便你，你只要配重平衡可以配得好，你都可以办到。那你想说，哇塞，我这么多可能三公斤的相机，然后加上这个又三公斤的影像稳定器，你一只手就要撑个五六公斤的一个重量，你手会断掉吧？所以呢，我有另外一个就是来辅助支撑的，就是我们的背心的部分。那背心，然后加上那个弹簧手臂，我们把它拿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这个啊 ，OK， 就是这个啊，影像稳定器的背心的部分。好了，就是这个影像稳定器加上背心弹簧。OK， 这就是我们第三只手的部分。OK， 这是我们的弹簧。OK， 那这就是我们的背心跟我们的弹簧手臂的部分，那我就叫它第三只手。OK， 在这里我们的弹簧手臂 ，OK， 那就是我们的弹簧手臂跟我们的背心的部分，它就是帮你撑起这整个五公斤、六公斤的重量，这真的是你如果没有这个背心，你手会直接断掉。你就是它把重量转移到你身体腰上面，所以你就是只有脚在支撑你整台相机的重量，而不会你上半身脊椎还要去支撑你相机的重量，那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累。那从腰直接传送到你的脚，就可以减轻非常非常多什么腰酸背痛啊、肩颈酸痛的这种问题。那调整平衡其实就也跟 DJI 差不多，调整平衡也是一样，就是你调整平衡，也就是跟 DJI 一样，就是熟能生巧。你只要越熟悉，你可以调整的越快速。所以你不管是改变焦段、改变镜头，你要改变什么东西，你需要改变低角度拍摄，你就是动一动，很快就可以把它改，就是调整好，不会像是说哦，就不管你是初学者，不管你是用 DJI 影像稳定器还是这种机械的影像稳定器，你永远就是你要调很久很久。但是你熟能生巧之后，不管是 DJI 影像稳定器还是这种物理的影像稳定器，你都可以快速把它调整好。这就是要靠经验咯。好啦，那 OK， 那我们的摄影器材 ，OK， 那我们的 OK， 那我们小小剧情片的摄影器材分享就差不多这样子。那我旁边还有一大堆的
这些都是灯光器材 啊。那我之前有分享过灯光器材的部分，那如果有兴趣，就是小小剧情片，灯光组到底要干什么，带什么东西，那在另外一支影片有做分享。那我们今天就单纯只分享摄影组的部分。好啦，那大家喜欢这影片，也在订阅频道可以看更多相关影片。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摄影相关分享的 playlist，make sure you check it out。My name is Kai Yuan, and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Bye bye. Yes.